第65章，你已经有我了。你，冷师兄，你的学院的这位学姐真是没有礼貌。我们好心的来看你，她这是什么态度啊？美少女水欣然眸光一转，委屈的控诉道：“眸中是有水雾若隐若现。”她是我妹妹，冷若寒冷冷的道：“她又不是火情，可不吃水欣然那一套。”